大家都请坐吧。按皇上旨意，本案的全部人犯及证人们都已经借到北京，在押于刑部大狱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三法司会审就要开始了。今天召集诸位来，是就三法司开审前的一些具体事宜。 再做一次会商和布置，请诸位各抒己见。翁大人，还是您老先说说吧。啊，诸位，本案的案情已经会商过几次了，今天召集诸位来此呢，是想商讨一下如何审理案子的问题，比如说。 谁来当督审，谁当陪审，谁当主审。众所周知啊，将一个地方案子提到京城来，叫我三部会审，在我大清史上，只有道光年间才有过一次啊。据史料记载，道光年间那次京审的案子，可远没有今天这个案子这般受天下瞩目啊。可以这么说呀。 这是大姑娘上轿，头一回啊！那我就先抛砖引玉吧。啊，我提议呢，我三部主官都得参加这次督审，三部司官都到场陪审。至于主审官，有刑部郎中林公初，我督察院司官刚毅，还有大理寺的刘大人。 你们三个人共同来担当。翁大人客气了，刘某责无旁贷。<笑>刑部副议。啊，那这个事就这么定了。不喝了。无事。无事。无事。<笑> 老板，客官你好，您是要房间是吧？啊，我是浙江余杭来的，我想要一个僻静的房间。哦，您是刘知县对吧？没错。那您的房间已经开好了，在楼上最里头那间。哦，那是本驿馆最僻静的房间了。你知道我要来？哦，是有人帮您开好了房间。谁啊？哈，他正在楼上等着您呢，您上去就知道了。 你们两个外边候着。是。钟丞大人怎么来了？我是走陆路来的。哦，比你们早了十几天就到京了。是。哎，坐。谢大人。见过丁宝珍丁大帅了？哎，丁大帅不肯帮忙。 这个皇上和皇太后啊，他们是非要把此案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。这丁大帅呢，不能随便出面，闹不好就是抗旨啊。那就一点外力也帮不上忙了。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丁大帅说了，他也是愿意为咱们两湖兄弟撑点面子，那就要看。 什么时候出手，如何出手，得讲究个时间和策略。那是，系统啊，这些日子啊，我这心里边一直在想着这个案子。我越想越觉得，当初宝成说的那一番话，是蛮有道理的。这个案子，确有许多的漏洞和破绽。
但是呢，他更有许多的死无对证之处啊。他们要想审清这个死无对证这些事情，也绝非易事啊。所以我想，咱们就等，哎，就等他们，等他们出了破绽的时候，再请丁大人出面，给他们施压。这样可以收到事半而功倍之效啊！所以呢，只要他们一提审，你就务必到场，啊，观审旁听。你还要把每天他们的审问情况都如实向我禀告，我再找丁大人去商量对策。好，我一定按大人说的办。好。哦，银子够花吗？在京城里住的是官驿，除了吃饭，我一个人没什么钱可花呀。啊，拿着吧。一大把年纪了，也不容易，出门在外，别亏待了自己，啊。我怎么能花大人的钱呢？说这些不是见外了吗？啊，你想啊，咱们都是两户兄弟，砸碎了筋骨，还连着皮呢。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再加上你们家里的不幸，我是深表同情。不过事情它毕竟已经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多想了。以后有什么难处就来找我，我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如既往对你呀，像对我自己的兄长一样。放心吧，啊，都是我给大家惹的麻烦。系统啊，事到如今了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，啊，都是自家兄弟嘛，嗯，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更应该同当啊。谢忠诚大人。好好好，来来。综上所述，此案之所以可以借经重审，是因为杨乃武的家人喊冤控诉，所以此案应该从杨乃武开审。首先，先听听杨乃武本人对此案的陈述。林郎中所说有理啊，我认为本案既然是围绕着杨乃武的被冤，那就应该听听杨乃武本人的陈述。夏大人，您说呢？嗯，我同意。刘大人，您看呢？我大理寺同意先审杨乃武。好，那本案审问就从杨乃武开始。待杨乃武。去掉刑具。小民叩见各位大人。堂下犯人，你上得堂来，为什么不下跪？小民行伤未愈，双膝不能下跪。验伤。禀报堂上，犯人果然双膝有伤未愈。既然有伤，本堂准你坐着听审。多谢大人。堂下犯人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小民姓杨，名乃武。现年几岁？30有八。哪里人士？浙江余杭县人士。原审指控你与人通奸，
起意独谋本夫，可是属实？原审对小民的指控纯属无稽，小民冤深似海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你在此前的多次堂审中对上述罪行都有招供？严刑之下何求不得，小民先前所供完全是被刑逼妄招，小民至今未遇的双膝行伤就是例证。如此说来，你今天是想翻供？今日上堂，小民只想说出实情。好，那你就说出实情。开审了吗？今天开审。只要他们找不出别的凶手，他想把这案子翻过来也不那么容易。让他们审去吧，等他们审不下去的时候我再出面。哎，你们要随时的把审干的情况告诉我。是这样，我每天让西童去到大堂去旁听，如果有什么动向我会随时向大帅禀报的。当下在大清帝国还是那个老女人掌的权呢，你也知道，当年我杀了他的宠幸太监安德海，虽然过去了好多年了，他能忘记吗？忘不了。所以啊，一直到今天我这头上还顶着块石头呢，说话做事都要谨言慎行。当然了，你们都是我的两户兄弟，你们的事儿我不能不管，也不会不管。虽然说那个翁通和之流都不在我的眼里，可咱们也不能公然的向那个老女人去叫板吧，这会伤了自己的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等到时机一到，我会当机立断，不会错失良机。如上所述，葛碧是租住我杨家时，小民对他始终以晚辈视之，虽然交往甚密，也只是读书闲谈，始终手里不乱，何来通奸情事？我杨乃武从小读了圣贤之书，又受皇上一榜之恩，礼义廉耻不敢忽枉，怎么可能做出夺人妻谋人夫之兽行？至于葛碧氏在县审大堂上诬判一事，则完全是因为刑讯逼供所致。我一个堂堂男儿，独行之下尚且妄招，何况他一弱女子乎？还有，我向钱宝生买批之事，也是因为受不了问官的酷刑而诬服混供的。小民只知道那药铺店主姓钱，却不知他叫什么。钱宝生的名字，也是小民在重刑之下胡编乱供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药店店主的真名根本不叫钱宝生，而是叫钱坦。各位大人，小民之所以深入囹圄，都是因为揭露过余杭县曹良击毙，而开罪了余杭知县刘希同。你接着说。小民的确因曹良击毙开罪过这位余杭知县，可小民的用意完全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王法，同情小良户的疾苦，不是恶意攻讦官府。
而刘知县却对小民怀恨在心，借机陷害，罗织罪名，入之大狱。各位大人，杨乃武在狱中度日如年，一次禁书三载有余，时下一个人在狱中，在恐惧、悲愤、绝望中度过三载光阴，是何其漫长！人间炼狱，生不如死。大人们，杨乃武冤枉！杨乃武无罪，杨乃武祈求当上命断。将犯人押回大狱。退堂。第一堂审问刚刚结束，不知诸位对杨乃武的长篇陈述有何判断？依我看，杨乃武今天所做的陈述没有出乎我等事先的预料，他果然是对本案中两个关键的问题都予以否认。第一，是他和葛碧师是否通奸，他说绝无此事。第二呢，他向钱本山卖批的事儿，他也说是在独行之下的混供，根本没有卖批的事实。要是杨乃武说的这两点确实事实，那么我看杨乃武的犯案嫌疑基本上就可以排除了。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第一，杨乃武的陈述仅仅是他本人一面之词，还有待旁证来证实。第二呢，杨乃武说没有通奸情事，我看未必就是事实啊，堂上不会轻易采信他的说法。第三呢，由于钱宝生的死亡，给证实杨乃武是否向他买过砒霜而带来困难，所以说杨乃武是否无辜还不能听他一面之词，还得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。翁大人好像并不相信杨乃武有冤。不，要证明杨乃武是否无辜，不能仅凭义气和推断来办案。翁大人所言极是，所以卑职在听完杨乃武的陈述之后，并没有像杨乃武自述当中否认的两件事情再做深入的提问，因为卑职以为既然杨乃武对此案当中涉及的两大问题都予以否认，那如果再继续问下去的话，那也只能是让他重复陈述过的内容。正如翁大人刚才所言，要想确认杨乃武在这两件事情上是否说了真话，就必须要找到有说服力的旁证。什么？堂堂的三法司会审，听完了杨乃武的陈述就退堂了？听了杨乃武的陈述，问官连问都没问就退堂了？如此看来，这三法司的大人们也不过如此啊！哎，杨乃武都说了些什么呢？还不是老一套吗？要说有点新意，那就是把我刘希同推上了断头台了。怎么回事？杨乃武说我是挟私报复、图谋陷害，我刘希同成了众矢之的。这案子看来就得我一个人扛了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此案牵涉的可绝非你刘希同一个人，要是真的被他们翻过来，包括我杨长俊在内，所有
沾过手的那些问官们的顶子就都得摘。哦。待可避室上堂。走。范副叩见大人。去掉刑具。来，快进去。男的去这边，女的去那边。进去，快点。看什么看？快点。进去。都在这候审，一会儿堂上叫的谁，谁就上去。从前曾与杨乃武通奸，移居后，初五日曾到我家给我一包药，说是能治流火的。初九日，小大从豆腐坊因病回来，我给他喝下去，小大就死了。隔壁室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范副听清楚了。这是不是你在县审大堂上的亲口证词？是。本堂今天不问你杨乃武是否给你送过一包砒霜，只问你，你和杨乃武是否有通奸之事？葛壁士，回答堂上提问。范副确有奸夫。肃静！你说什么？范副说，范副确实有一个奸夫。奸夫是谁？范副的奸夫是浙江余杭县令之子刘子翰。是他的儿子，这可是肃静！葛壁士。在大堂之上，本堂问你什么，你回答什么；没有问你，你不必回答。你懂了吗？范副懂了。那好，本堂今天只问你，你和杨乃武是否有通奸之情？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。没有。那既然不是，为什么你在县审大堂上要说你和杨乃武是通奸？范副为了保命。此话如何解释？范副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知道犯的是凌迟之罪，可范副听人说，但凡中了举人的，就不会被判以死刑。而当时杨先生刚刚中了举，范副就想，我只要能牢牢地攀住杨先生，就能免除一死，所以就……如此说来，你诬攀杨乃武，并不是因为问官独行。而是为了保命，范副确实为了保命才误判杨先生。那么你和杨乃武根本就没有通奸之情？大人，范副对天发誓，杨乃武是清白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搬出杨家，另租到王新培家呢？是杨先生逼我搬走的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真的是杨先生逼我搬走的。杨乃武为什么逼你搬走？因为范副。葛壁士。你回答本堂，杨乃武为什么逼你搬走？因为范副想勾引他。他怎么？真是！肃静！葛壁士，你可知道，你现在是在大清三法司会审的大堂上。范副知道。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呈堂证供，你明白吗？范副明白。那你刚才说你想勾引杨乃武是吗？杨乃武态度如何？他拒绝了。那你是如何勾引杨乃武，而杨乃武又是如何拒绝于你？你从实招来，不得有半点虚妄。范副租住在杨家时，杨家人待我就像对自家的晚辈一样，
经常留下来同桌吃饭。我的丈夫常在豆腐房里面不能回来，我就常常一个人独守空房。为解寂寞，我就请杨先生教我琴棋书画。有时候，杨先生他还手把手的教我。久而久之，我就真的以为自己和杨先生是郎有情妾有意，是男才女貌。可是杨先生他从来没有向我有任何表示，我就以为是他们读书人面子薄，不好意思向女孩子表达爱意。于是，我就趁着杨家姑妈和伯母外出探亲的时候，悄悄地潜进了他的书房里。哟，是秀姑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伯父，我看伯母和姑妈他们都出去了。对，他们走亲戚去了。那他们是不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呀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秀姑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伯父啊，不，乃武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把我的心偷走了。你跟那些男人都不一样，你不会欺负我，你不会占我便宜，你是真心的对我好，所以我就更喜欢你了。秀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伯父，你教我读书习文，书上写的那些恋人说的不就是我们俩吗？秀姑，你怎么竟然这样，简直是一荡妇。我明明感受到你的心意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？住嘴！秀姑，我是把你当成自己晚辈的，你也口口声声叫我一声伯父，你怎么有脸做出这样的事来？你对得起小大吗？对得起你自己吗？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有哪个女人会像我一样嫁给自己厌恶的男人？反正我豁出去了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今天就是我对你投怀送抱，要错都是我的错。南武，只要我们俩真心相爱，你说我什么我都愿意的。你说够。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，怎么可能会对一个晚辈女子心生非分？今日之事，你要是知错改错还则罢了，你要是还敢对我纠缠不清，我就告诉你丈夫，让小大来收拾你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那种。出去。等等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三日之内，你们必须搬离我杨家。你们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搬离杨家的吗？范父说的都是事实。本堂再问你，从澄清巷杨家搬到太平弄王家之后，杨乃武有没有去看过你？因为那天的事，他避我都上恐不及，怎么会来太平弄看我？他一次都没有来过。那有谁可以证明？我向王家租住的房子和王新培家是同一个院门进出，两家的堂屋中间也只隔了一堵木板墙而已。杨乃武有没有来过王家，王新培可以作证。带王新培上堂。没有没有，自从
小大夫妇搬到我家租住的这一年多时间里，我还从没见过杨乃武来找过秀姑呢。你不会天天守在家里吧？那倒不是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之前，小民多少也听说过，那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似乎有些苟且之事，所以自打小白菜搬到我家来，我是格外的留意，看那杨乃武到底会不会偷偷的来我家这里私会秀姑。这不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他是一次也没来过。可十月初四呢？十月初四，有人指证十月初四杨乃武曾闯到葛家与葛碧氏偷欢，还差点被葛小大撞破。你的隔壁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哦，可十月初四那天，闯入小大家的那个男的，他不是杨乃武。那个人是谁？他反正不是杨乃武。哎，沈御史上堂。民府见过大人。沈御史，你在府审中曾作证说，十月初四有一个男人闯进葛家调戏葛碧氏，而这个男人就是杨乃武。民妇是说过这话，可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说错了。你怎么知道你说错了？后来有一次我遇见了王新培。说。大妹子，哎，大妹子，王大哥，你叫我有事啊？那天在府衙大堂上，你说十月初四闯进小大家的那个男的是杨乃武。哎呀，你可大错特错了。哎，王大哥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说错了？不瞒你说，大妹子，那天我是亲眼见着那个男的从小大家的后门溜走的，他不是杨乃武。啊，那是谁呀？他是……哎呀，王大哥，你快说，他到底是谁？哎呦喂，你别问，他反正不是杨乃武。王大哥，王大哥，王新培这么一说，我才知道，我的确是我猜错了，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有问官记录在案，我也收不回来了。王新培，作伪证是犯王法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小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，小民不敢作伪证。知情不报，视同伪证。小民，没有知情不报啊。沈御史，民妇在。请你来告诉他，他是否知情不报。王大哥，这可是三法司大堂啊，什么事儿都瞒不住的。十月初四那天，你遇见的那个男人，他到底是谁？你快实话实说了吧。我说，十月初四那天，小民正在自家后院里忙活着，忽然就听见从小大他们住的那间屋里，传来这男人和女人相互推搡争执的声音。裴叔就来了。行行行，你听我说，只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只要从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。谁？谁？是你！要敢说出去，我就让我爹让你蹲大狱去。这些就是小民当时看见的实情。
让二位证人画押。怎么看刚才的堂审？如果杨碧真有通奸情事，那隔壁是搬离杨家就不合乎情理。如果他们有奸情，恨不得天天住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搬离杨家呢？难道真如葛碧氏所说，女的有心，男的无意，葛碧氏是在杨乃武的逼迫之下不得已才搬离杨家？依我看，葛碧氏更像是在为杨乃武有意开脱，不过他的故事编得太过刻意了，使人不禁要问，难道杨乃武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吗？如果说小白菜所说并非实情，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说他自己主动去勾引一个男子，这毕竟是有损名节的事啊。葛碧氏已经打算抱定一死来替杨乃武脱罪，可是一个女人不惜诋毁自己名誉去维护一个男人的名誉，这又说明什么呢？那答案有两个。其一，这个女人对这个男人有太多的亏欠，她想尽力弥补这个亏心。其二嘛，就是这个女人太爱这个男人了，她可以为这个男人不惜一切。如果是前者，那就间接地证明了杨碧之间没有偷情，而葛碧氏是在为自己最初攀污杨乃武而进行赎罪。如果是后者，那杨碧之间的奸情那就不是传言了，因为如果不是到这种誓志相爱的程度，一个女人是绝对不会对一个男人如此不顾一切的。林兰中啊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大人请说。通过这几次堂审，你对葛碧氏的印象如何？一个小县里的年轻女子，能够在三法司会审的大堂上，面对那么多问官的眼睛，竟然可以做到从容不迫，而且在说一个常人都难以启齿的艳情故事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的羞涩之情，这大大的出乎了本官的意料之外。细听他的全部陈述，好像许多话都不是出于他的真心，而是事先想好了的。深有同感啊，看来这个小女子还真不简单呐。的确，这个葛碧氏恐怕要把咱们带入歧途啊。我以为下一步要澄清的是杨乃武是否向葛碧氏提供过砒霜的事。带葛碧氏上堂。带葛碧氏上堂。葛碧氏，在县审大堂上你的供词就不用本堂在这儿给你念了吧？我记得。好，既然你否认了你和杨乃武的通奸之情，那么本堂要问你，十月初六杨乃武给你送那天给我送砒霜的不是杨乃武，是刘子翰。本堂是在问你，十月初六杨乃武给你，我都说了杨乃武没有来过我家，来我家的那个人是刘，记录在案。大人，范夫确实有奸夫，可奸夫不是杨乃武，奸夫是葛碧氏。本堂在问你，大人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？本堂跟你说过，大堂之上，问你什么，你回答什么，没有问你，你不必回答。我都已经承认和刘子翰通奸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往下问？该往下问的时候，自然会往下问。但是现在，本堂只问你，十月初六，杨乃武到你……我都说了，那不是事实。本堂问的不是是不是事实，而是问你，杨乃武到底是什么时候给你送去砒霜的？
山，云开日出，我还能不能看见？茅草高高，大树矮，矮就是高，高就是矮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头顶着一片天，还是背着一座山，山高路远，我还能不能走完？流水湍急，行船慢，慢就是快，快就是慢，我的今天是哪一天？山，我在那片云的下面，都说是生死无常难改变，你却非要跟命运加个班。一条条路，一座座山，